因為都很想的，但係嗰時又放棄咗啦。然後打機其實都是發夢的，然後今次聽到呢個機會，跟住再計好像16隊爭一隊，好似機會又多了喎，大個預期好多喎。所以就我的想法就是以前有冇代表過香港去打羽毛球賽咧？即係任何類型嘅賽事？都有。咩賽事記得係？講係公開賽。都係公開賽。我自己冇。你自己冇喎。超市有係。超市有。同期係有咩球手啊？嗰陣時係你打嗰期。同期係。係啊。黃偉康。黃偉康，仲有咧，仲有咧。香港嘛，係咪？係啊係啊，香港係。嗰啲都係我哋嘅好兄弟，陳傑、陳傑都係。哦，陳傑哦。明白明白，都是啲香港最其實最勁嗰班，即係所謂可能而家何永琪啊，何永琪哦，即係都係你哋嗰佢細細啲，細你少少。哇！我其實打到中五咁樣就退隊嘅。中五係大概邊一年啊？你講九零三零三年嗰個，即係九幾至零三年嘅時候打。係啊，我係年份肯定都。太記得，明白，即係可能講唔得，係。你耐少少，你耐少少，零五零三，係咯零。哦，你打到零五。夢想成真，而家都而家都真地係，最起碼香港區代表嚟，而家係。係啊，最早算完成咗，又籌。